我是一个在平常在团体里面，我就是喜欢就是尽量不出声，大家看不到你。对对对，大家不要看到我最好。社恐人士还要扮演拥有领袖特质的邪教教主，姚春耀在音基《我愿意》里全靠影帝级的演技实力。只要本身以本身的姿态出现的时候，就是会有假睫毛。我只要就是戴上我的假睫毛，接上我的长头发之后，我就好像在扮演另外一个人。那你觉得漂亮吗？我觉得非常漂亮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裸戏这么自然？我觉得可能从我大学的时候，因为其实大学我们在做剧场表演的时候，会有保护措施的。你说在剧场的时候？对啊。就也没有，也没有，对，只是电视电影会需要有保护措施，对，但是在课堂上就没有，就是穿一个衬衫，然后就是全裸这样，下半身全裸，下半身全裸。你那时候就很自在吗？那时候也好像也蛮自在，因为我那时候的角色就是我是全裸，但我要跳到这个桌子上，就是跟大家讲我的理念是什么，我一定会回来，很激昂，然后所以我站上去的时候，我大家在面前都晃来晃去吗？对，应该是晃来晃去。你是蛮常去庙里吗？对，我蛮常去新天宫拜拜。我记得我最近去求签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签师，我就哭了。我就觉得哇，我就是真的觉得很感谢，谢谢你给我这个答案。那你求签，你那时候是问什么？那时候要买房子，那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觉得这边到底可不可以买？”最后还买了吗？还没。买房子？就会希望。还没有想要成家那边，但是会觉得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安身之地，对，会希望有自己的房子。你这个会问神明吗？说要不要结婚？哦，这个好像就不会，另一方的意见也很重要。那你女友她会这样迷信吗？求神问卜、啊，对对对，我都会带她去行天宫拜拜。